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，卖淫嫖娼属于违法行为，涉事双方都要被行政处罚，一般可以处10到15日拘留，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。如果情节比较轻呢，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，可以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卖淫嫖娼属于违法行为，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，不是刑事犯罪，而组织卖淫则可能构成犯罪。